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结婚是每个人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它标志着你是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，标志着你成为了另一个人的妻子或是丈夫。而婚礼是结婚必不可少的仪式，婚礼上你父母亲人同事朋友的祝福，而礼金则是婚礼的入场券。虽然不能说礼金越多就代表祝福越多，但礼金的多少也代表着关系的亲疏。近日湖北的小徐办婚礼的时候就受到了同事非常尴尬的礼金。小徐在一家私企上班，他和同事的关系说不上好但也不算差，并且每次同事家里有喜事的时候他总会去祝福，而且带的礼金也绝对不少于300。而就在他自己结婚的时候，他也给同事领导发了请帖，他们也都答应前来赴宴。但是真正到那一天的时候，全部门20多个人就来了2个人，这让小徐特别难堪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他们这将近20个人一共给小徐包了1314的红包，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只有不到100元的礼金。小徐看到红包的那一刻，真的觉得自己公司同事之间的感情太差，就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。也有人认为同事是为了给他祝福才选了一个吉利的数字，但这个观点很快被否认了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们应该来参加婚礼，而不是放人鸽子言而无信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只能希望小徐能看清公司同事的人品，以后少交往罢了。